这里面有什么阴谋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不知大人可还记得，曾经亲手捉拿了柴头。可惜，姓孙的这个狗贼实在是命大中又遭洗劫，可见京城盗匪横行。有了证据，所以他奈何不了我。不过我跟他斗了这么多年，深知道这个人是个非常不好对付的家伙。等等。说吧，老爷。你首先冷静，心定了，才能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我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啊。何止是每一句话，你的每一道眼波。家里繁文缛节多，我实在怕你太辛苦。你若觉得不习惯，大可不必遵从，做你自己就好。
的那个手机刚好一样。对，我们的 cosplay 已经开始表演了，多漂亮！这比赛没开始，这个牛仔裤不行。哎，别！想起来多好看呀！这但是脸不能输，腿不能输啊！目前已经达到王者三人行了。我今天上午进去看的时候，怎么倒退了许多？大家看到了啊！你知道我的 ID？ 金金老师辛苦了。那我们就期待金金老师的发挥。选择了同一个队伍的两名选手，这样我相信他们。今天这个豆芽饭我做的其实有一点失败，其实我的水也没有加多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上面的米饭还是有点湿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怎么这么白呀？现在已经放了一会儿了，所以可能已经变得干了一些，但是下面就已经焦了，就我烧的时候一直闻到有一股焦味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然后如果你们要做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给出什么建议来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原因。反正就是要注意一下吧。水的用量我是完全按照食谱来的，我加的水比食谱上说的还要少了一些，食谱上说是两杯的水。因为我当时加的时候那个水还没有加到两杯，但是已经要漫过这个锅了，所以没有加满两杯，但是上面的米还是比较潮湿的。如果正常烧米饭的话，这个水量是没问题，是正好的。我用电饭锅试过那个水量，因为我的电饭锅就是这里会注明那个米的用量和水的用量，所以我试过了，如果是用电饭锅烧的话是没问题的。然后那个酱还是蛮好吃的，虽然这个米饭有一点失败了，但是其实还是挺好吃的。把米饭全都挖出来之后，底下就是这样子的，就全部都焦了。我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洗掉。然后那个海鲜豆腐汤的话是这个牌子的，对，在这里。我把一整包全部都倒进去了，它应该是两人份的，我觉得有点太辣了，所以没有怎么喝汤。如果你们买的话可以多加一些水。但是也有人在评论说这个汤的味道有些淡，可能是水加多了，所以如果加水的话要适量。我是一点水没加的，我觉得有点太辣了。然后剩下的酱呢，我打算放到这个保鲜盒里面保存。这个酱配上豆芽饭还是挺好吃的，不过有点太多了。这个应该放到冰箱冷藏就可以了，我也不知道冷藏可以放多久。然后这次做的饭我觉得有点太多了，就是用了两杯的米，如果你们是一个人吃的话用一杯米就可以了，然后所有的食材都可以减半，包括这个酱真的有点太多了。我也不知道这个酱是不是刚好配两杯米的，所以我到时候我这两天还会继续吃，然后之后会在旁边字幕告诉你们。最后是这个茉莉花茶，这个是我去年底在淘宝上面买的奶茶店专用的茶叶，我昨天晚上泡的嘛，然后泡了到现在差不多一天一夜。说一下这个奶茶店专用茶叶和普通茶叶的区别吧。我一般做冷泡茶的话，一般就是把茶叶真的泡上一晚上。我也看到有的人是
用热水现泡的，泡大概几分钟之后把茶包拿出来丢掉。我是不太喜欢这个做法的，当然我也不是说这样不好，我只是单纯的不喜欢这种做法，可能茶叶味儿会更浓一些吧。我这一次用这个茶叶做冷泡茶，发现它好像不需要泡一天一夜这么久，它很快就可以泡好，我也不知道原因。我之前用普通的茶包做冷泡茶的话，一般泡一个晚上出来那个茶水的颜色都不是特别的深，可是用这个的话，从昨天晚上泡到现在，就是那个茶水的颜色就已经可以用浓来形容了，不是深。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吧。还是在那个研究所，还是难道几句话把话说完就走了？你吃晚饭了吗？要不给你点点东西。吃过了。我想来想去也不太可能啊。没关系，主要是
我觉得他这次有点太执着了。郎心如铁呀、啊。